舒服。这就是每一年啊，哇，必定的安尼绕一圈。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表达感恩啊，看到咱住在伫各个县市啦，咱大家拢是真发挥咱住在的使命感，为佛教啊，为众生，那些将佛法入门啦，咱将住在开路啦。回路，这些佛陀来人间的目的，是要为佛教教育菩萨，菩萨入人群去为众生。佛陀就是要给咱这个身心的世界扩较大一点。佛陀现象在人间，就是要教育咱来进入这人间啊！不管是生理、物理、心理，咱来真透彻了解。所以咱一当初期待人人用心入佛法来，绝对是错不了。但是呢，只要咱正信，唔通迷信，咱的福是咱身体力行做来的啦，唔是求来的啦，是咱用身体力行去做出来，唔是干那一世人佛法讲因果。咱呢，就是过去生这张合抱的树啦，是从一粒种子开始。那这粒种子呢，是过去的一张大树，开花结籽，迄粒籽呢，佫照因缘啦，甲土地、甲水分、太阳。所以呢，大地啦，又是搁在一个苗，树苗搁生着遮个因缘，土分、水分啦，那太阳、空气等等，完成，甲咱人共款，父母生咱，咱还搁照重呢，社会群众。让我们的生命在人间有路用，所以说有路用的生命就是付出，不是只说为我自己，世间只有我自己，无法度活下去。舒服的价值是面对着这么多的人，这样的有价值。啊，我若干那我吼，啊，我是无价值啦。啊，因为我呢，甲大家人有缘，所以呢，恁甲师父会合，那听师父话，啊，师父照恁的力，所以呢，甲组织啦，将台湾一直呢，安尼靠着这个科技不断啦，方法啦。所以叫做弘法利生，都是有这的人啦，咱才有法度面对啦社会，咱才会当有会员，咱才有力，咱才有法度去做帮助人的代志。所以吼，真多真多啦，就是人甲人互相。那大家人有心，佛法
安尼传来到人间，予咱的因缘啊，为佛教有了佛法呢，大家人打开心门，把爱呢安尼传出去，这咱救了世人。和咱的社会人间普遍佛法，这那就是社会祥和。当然啦，大家人爱用虔诚的心，唔过呢，这地球面顶啊，人口是真多，台湾是真小，但是呢，人口真多。真多的国家总是呢，佛法真欠少，但是呢，我有真多的宗教，所以咱呢，都不分宗教，咱那个所有的宗教都结好缘，所以要让所有的宗教看到。用力佛法，大家人牵手互爱，为天下付出。所以吼，宗教是一个善的宗旨，那爱有迄份宽阔啦的大爱去做教育，唔通去学宗教的。冥想枯燥掉，所以师父一直跟大家讲，不要受到了冥想去，好安尼个枯燥起来，咱来开大心啦，发大愿啦，为天下众生付出。所以真感恩啊！这几年来，大家人呢？提高了咱的见闻，那提高了咱的知识，转为智慧。大家人合伙互协啦，不管伊是虾米教，我拢和和互协呢。哦，多一个国家，不管伊是虾米宗教，迄、那个所在需要，然后。赶紧去呀！我感觉有一项爱正信，不管你是仁爱、博爱啦，或是大爱，咱共同是一个字，这是爱字呢，无差别。感觉伫面上伫咧分别，咱超越的宗教。就不要分别，同样的就是互相尊重。所以常常跟大家人讲，咱的体制是五个字：感恩、尊重、爱呀、啊，就是这五个字。那咱若会当做到，人人不分宗教。咱呢，人人拢爱讲感恩咯、哦，这一个社会呢，是人人来完成的，殊荣共享来汇合，咱才有法度生活个这么好啊！各位，咱有安尼的环境啊，是真好啊！感恩各位菩萨。那现在需要是菩萨救星，这种一个一个啦，安尼浮现出来，一个微观，一个自性，它可以呢发挥偌大的能量呢？迄一个能量净化社会，造福人间，这都是咱。尽心力啦，感恩菩萨啦，年年的岁月祝福，
师父拢会出来，岁月祝福，摕到这个红包，大家人都会感觉讲哦，对哦，爱珍惜岁月哦，是时间岁月啦，来完成咱步步的脚印，真正的是扶持，扶持，就是讲哦，咱的脚印行有够，迄拢是福。所以咱人人菩萨道啦，菩萨的脚印，请各位菩萨爱勤清净啦，心不放逸啦。